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邓红说法》节目，我是美克拉文律师邓红，让知法守法，据理力争。今天国会有一场激烈激烈的啊，这个争论，这场争论就牵扯到纽约的犯罪是不是现在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国会的听证会，倒不如说是 Jim Jordan 要替川普啊，这个调查这个纽约检察长。 啊、uh,，I Arvin b r e t 是否利用啊、uh, 这个政治工具来作为报复政治的对手？当然，这场官司的话，我们在之前我们同时也介绍一下子，南加州两名警察的话被起诉，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在过去六年啊、uh, 这个警察跟检察官之间的一些矛盾啊，uh, 同时这个纽约。 有一呃，有两名华人被逮捕，但被联邦的司法部指控，哈，替中国公安部在海外设点啊。同时，在这个呃、啊《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话也特别专题报道，新一波的大来自中国大陆的偷渡潮，这个新的潮流里边的话，有很多悲悲惨的故事啊。首先的话，Jim Jordan 是国会。 共和党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因为现在国会众议院是由啊共和党所掌控的啊，所以基本上这个 Jim Jordan 他是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啊，这个 a、e、l v i n Brad 纽约 Manhattan 的检察官啊，到纽约的法院状告这个 Jim Jordan 说，这个你不能够传呼我们办公室到国会出庭作证，并且也不允许，也不呃请求法官的话禁止。 国会传呼他以前的检察官啊，这个 Mark 啊，这本他已经出书了，他到国会出庭作证。因为 Jim Jordan 他现在要求召开的听证会，就是针对 Alvin Brad 办公室有没有公器私用啊，拿司法工具来报复川普。所以的、啊、话，现在目前在听证会的时候，这个这个呃纽约的联邦法院没有。 呃，颁布禁制令有可能三啊，礼拜三的时候，法官会做出最后的裁决，看看这个 Alvin Brad 白爱勇有没有必要到国会里边出庭作证。不管白爱勇怎么反对，但是国会的听证会今天还是于呃与期进行。当然，Jim Jordan 今天传赴了两个重要的证人，这个证人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啊，最重要是要说纽约现在治安很烂，然后犯罪率非常高。 a l v i n Brand 没有利用检察官的力量来打击犯罪，反而这个来起诉川普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当然，这个今天传呼的还是两个证人，一个是 Melody Brand，Melody Brand 他的儿子，然后是在阿富汗啊战争里边的话是一个退伍军人啊，当时立了功，退伍下来之后，没想到在二零一八年回家的时候，在自己家门口入手的话就被四名。 啊，这个帮派分子来殴打，后来被刺死在自己家门口。他的妈妈很生气。以后的话，因为在这个最后在二零一九年判罚的时候啊，这个呃本来可以要求啊、呃、重罚的，因为四名都是属于帮派分子，前科累累。但是除了最重一名被判十五年的话，其他的啊两名被判七年，还有一名以后自判的。 啊，这个十四个月，当然，他曾经这个求助于啊检察长办公室，他说不能够啊这样子就让这些凶手啊这个放呃就放开呃就逃脱了惩罚啊，但是他说啊他们曾经多次给检察长办公室里面申诉，要求重罚这些犯罪分子，但是那、啊、他说。 啊！检察长办公室对他们家人就像对呃对垃圾一样对待，treat her family like garbage。所以，他出庭作证里边他说：“你们检察长办公室应该是替受害人主持公道的，但是没想到的话，你们现在检察长办公室这种执着政策是推动哈维护。” 被告的权益，那基本上，那谁来替我们受害人、受害的家属主持公道呢？他评级这个 Alvin Bradd 的话，白爱勇的话，推动左的政策，而导致更多的家庭两度啊这个受害。当然，另外一名出庭作证的话，这个叫做个 Albert Jose Albert，Jose Albert 他曾经他是啊这个古巴啊的来的。 啊，这个移民他来了之后，在一个杂货店里边的话值班啊，没想到这名黑人来抢劫，然后抢劫的时候啊，他这个抢走所有东西，然后黑人要冲向他的时候，这名老头子拿起刀跟他发生的格斗，后来啊，这个 Albert 啊将这个黑人的抢匪刺死了，刺死之后发现抢匪前科累累，光从监狱出来。 而这名 Albert 啊的老人家，这个杂货店里边的话啊，这个呃正当自卫反而被警察逮捕，后来正要起诉，经过民众的声援，后来检察官的话不起诉这名老头子。但是这个老头子的话，Albert 他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说，他也不想啊这个成为犯罪再度的犯罪受害人，因为这个抢匪前科累累。 以后政府的话并没有对他惩罚，而让他觉得抢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的话，这两个受害人出庭作证的时候，这个民主党都没有办法来反对，因为毕竟纽约民众他们这是受害人的，呃，受害犯罪的受害人。以后你所以现在 Jim Jordan 埋下了伏笔，你看看有那么多的犯罪。 受害人出庭作证，检察官并没有起诉重罚这些犯罪分子，而你选了一个封口费。第一个的话，没有人受害，也是民事这方面的妥协，并且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还是另外一回事。而你现在就是因为你选举的时候要打川普，要追杀川普，你现在的话，这个就是利用政治的。 啊，这个呃手段来打击政治对手。当然，现在国会进行听证会，民主党的人士将这个案子 focus on gun。他说，纽约犯罪就是因为枪支过多。然后，其实纽约跟加州一样，枪管枪支管理是最严格的。控枪并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控枪永远也没办法他控制犯罪人的获得手枪。 啊，这个，但是在民主党里边，他总是要想办法要替这个 Alvin b r a d 来开解、来脱罪。当然，现在这个政治斗争也是开始了，在国会里边的话，看看两党变成两党的一个重要斗争了。那这个案子，国会听开听证会，能不能立法？立法不了，但是透过听证会，Jim Jordan 他们可以控制。 联邦政府补给地方政府的预算，他说：“我们的给你的经费是要起诉嫌疑犯，而不是要来替政治来作秀。”所以话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将来这几天，Alvin Brad 会不会到国会出庭作证？如果不会出出出庭作证，那 Jim Jordan 会将他介绍过妙士法庭，会不会像以前的啊这个川普的几个顾问？ 因为拒绝出庭作证而被司法部起诉呢？所以，如果是 Alvin Brad 被传呼不出庭作证，那司法委员会将这个案子介绍推荐到司法部，而司法部又不起诉，那基本上那司法部就会被指控双标：对民主党的啊这个这些人藐视国会的传票你不起诉，那你对共和党人士像 Roger Stone。 啊、uh,，Paul m a n f a r 还有这些川普的顾问，你决定起诉，那基本上那司法部这很难堪的。那时候，国会也有同样的权利来控制司法部的经费了。所以这个就是 Jim Jordan 要做的事情。当然的话，下面这部分的话，尤其是还要啊、呃、几个星期才会有这个听证会的最后的啊、呃、结果。 南加州这两名托伦斯的警察，托伦斯市警察局有两名警察，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枪击案啊。当时这名十九岁的黑人名叫 Christopher Mitchell 啊，被开枪打死了啊。所以当时这个案子引起很大的震惊，因为啊，这个现在今天啊，这他这两名警察的话被起诉，当然对很多这个。 警察来说，这个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什么？过去几年里边没有警察因为这个开枪事件被起诉。而这个案件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啊，当时的检察长 Jackie Lacy，一个黑人女检察官，已经成立一个专案组，并且她在二零一九年进行调查。有这份报告里边，他是描述说这两名警察拦下了这个车子，这个车子是。 偷掉偷被偷来的 Honda Civic，所以当时大大家的警察都知道这个车子被偷走了啊。这个偷车的人以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了车主的车子之后，开到 Torrance，然后两名警察听到广播之后，他认为这个车子这个巡逻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子停在 Ralph 超市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两名警察。 一个是从司机的侧边，另外一个从乘客的是这边一起包抄来问这个呃黑人。当时开车黑人的时候的话，他叫他双手举起来，他举了起来，但是手突然间又往下面去去去,去要拔枪的样子，所以后来警察这个叫他不要动，他还是新手就要去拿枪的时候，这个。 两边的警察开枪将他打死了。当然，后来警察在车上的话，透过你可以看得出，在过他的警察身上的录像带里面可以看得出，他有枪管可以看得到。是说警察看到了之后，马上的话就开枪。后来警察在车上呢找到了这个呃气弹枪。当然，这个案子后来这个在二零一九年，检察官办公室经过调查，他认为这两名警察的话是。 合理的正当自卫，因为什么？他已经叫这个嫌疑犯不要动，而嫌疑犯新手去拿枪，而且警察的话，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开枪是合法的。所以这个案件之所以。 引起大家的关心，就是因为这个啊，这个黑命贵啊，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LA 这边的话，将这个案件变成一个政治案件。所以当时这个啊，Jackie Lacy 她也是个黑人，也是个检察官，也是个女性，所以的话她当时的话面临选举连任，然后这个 George Goscom 他是没有做过检察官一天，他从旧金山下来之后的话，他要跟这个 Jackie Lacy 对选而。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不满意这个黑人被枪杀，而两个警察没有被起诉，所以的话他们就是想办法再度啊，透过政治的方法推选了支持了这个呃黑人呃这个白人的 Ge Gos G George Gos Goscon。George Goscon 的话得到了 George Soros 的支持，以后从旧金山下来之后的话，利用极呃这个激进派的选票还有 George Soros 的钱，后来呢竞选，在竞选过程之中。 Jackie Lacy 的话，也是因为这个黑命贵团体不满 Jackie Lacy 不起诉警察的决定，以后他也受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这个这些呃黑命贵的呃运动活动分分子，每天在 Jackie Lacy 啊他家里边的话吵吵闹闹,闹。所以有一天早上的话，这个五点多钟，这些黑命贵的人又跑到检察长办公室里边的话啊、呃、的住家里边吵闹。 啊，睡得、呃、光醒，光光被吵醒的这位叫 David 啊，Lacy 是 Jackie Lacy 的先生，他很生气，他自己也是检察官办公室里面的警察探员，他拿出枪来，他说：“你们不走，我就开枪了。”所以当时黑名贵的人马上报警，所以他报警之后，Jackie Lacy 检察长的先生被抓进去了。所以因为这个丑闻以后的话，这个啊，Jackie Lacy。 也是得不到黑人自己社区的支持，以后的话啊，这个他先生也面临了刑事起诉。后来我的朋友啊 Sam t a l e r 帮 David 啊这个打官司啊打了官司，法官的话认为他没有前科啊，但是的话，因为他受了这个打击之后的话，做了一辈子警察，没想到会被抓进去被起诉了以后，但是后来的话，这是因为忧郁症而死亡的。 一个检察长的先生，也是因为这个案子，因为没有起诉警察，然后被这些黑人社区来指控，所以他的工作没有，先生死掉了。以为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没想到的话，George g o s c o n e 还是实行，呃，实现了他选举四年，呃，这个三年多以前他选举的承诺，要起诉警察。所以话，今天他实现了他的选举承诺。 起诉了这两名警察，这两名呃，一个已经是辞职的啊、呃，另外一个还在服役。因为警察内部调查发现这，这这个这两个警察并没有做错啊、呃，这个但是这两名警察现在今天被这个检察官 George Gascon 起诉，保释金十万块钱啊、呃，当然，呃，这项罪名里边的话，如果成立，这两名警察会面临五年到十年的呃的劳刑。 当然啊，还好他现在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辩护律师 Tom 于啊于警官的话，以前在是做警察的啊，这个我们是打对台的。后来他啊、呃、五年以前啊、呃、成为啊、呃、律师，他现在的话也开始做刑事辩护啊。希望的话啊、呃、于警官啊这个啊 Tom 的话能够替他们两位警察伸张正义啊，以后打击啊真正的犯罪分子，而不是这些为民呃这个不是为了保护我们民众。 啊，呃，这些警察了，否则这个案子一旦子越是罪名成立，那谁会去做警察呢？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治而导发的啊，这个不幸的一个案件。 当然，另外一个案子是在纽约发生的。今天司法部召开记者会，并且宣布他们现在已经逮，今天早上已经逮捕的两名纽约的侨领啊，他们都是属于福建呃纽约的福建啊同乡会，由长乐公所啊里边的侨领啊。其中的话，这个一名是名叫做卢建旺，另外一名叫做陈金平。这两名的话，他说他被指控啊这个两类罪名，一类罪名的话，他是啊在美国。 替外国政府做代理而没有登记，因为你是代表外国政府以后做在美国做生意也好，做代表也好，你必须要美向美国的司法部啊做登记。另外一方面的话啊，在二零二呃在二零二二年去年啊，FBI 搜查他们这个长乐。 公所的时候啊，这个他们销毁证据啊，所以话这个上罪名根据司法部的指控里面啊，这两名侨呃侨领的话啊，他们是啊这个在纽约啊成立了这个替中国公安部啊这个福建啊这个福建的啊这个福州警桥事务以后设立了一个海外啊这个服务站。 啊，这个是属于福州市警察局里面的一个机构啊。他根据啊这个司法部的指控，现在全球啊这个公呃公安局公安厅啊里边的话，这地方的公安局在海外设计的这所谓的侨胞服务办事处，至少有上百家。这些上百家的话，他名他说他主要也是啊，他说名义上是替。 这个啊，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提供的话啊，这个护照、呃、重新申请啊、护照更改啊这些服务，但是他说他利用这个啊提供服务，他本身的话，他说公安本身就是一个执法机构，你要在美国。 啊，进行合法的话，你必须要透过外交渠道，因为自从江泽民呃这呃这跟啊这个呃访问西雅图那时候的话，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啊这个互换啊这个公安调查互换计划啊，这个每一年啊中国公安部会派驻两名代表派驻美国啊来协调这个呃呃、啊、这个啊这个两国之间的刑事调查，同样的 FBI 会派驻两名呢。 D.E.A. 的 agent、F.B.I. 的 agent 的话，会到派驻北京来，这个都是属于外交方面的。所以，但是这些海外服务站是没有透过外交渠道，也没有经过政府，美国政府不告知美国政府，也没有得到美国授权的。美国跟任何国家一样，都有一个所谓的 sovereignty（ 主权独立的）。所以话，你不能够在外国政府里边的话是执法。 这个是必须要自己啊，必须要在好像你要通过红通还有其他途途径，以后在美国执法，让美国的执法机构才能够执法啊！我记得我在做记者时的时候，当年云南市公安就派了两名警察来这边以后。 啊，逮捕了一些啊，这个两名嫌疑犯啊，然后最后他们逮捕了嫌疑犯，要在机场的时候，这两名嫌疑犯的话交喊绑架，后来这两名啊，这个啊，这个公安啊被抓了。 抓了之后，那是当时我做记者的时候，那是三十多年以前。以后，呃，外交部否认他们这两个是，呃，这是是公安部门这个两个名警察，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不是做公安的啊。不过呢，这个案子后来被判了罪啊，绑架罪啊，就是因为这个他虽然是就算公。 公安，你在美国执法那也是属于违法的。在美国要逮捕人，要做什么东西，必须要美国的警察、美国的执法机构才有这个权利。当然的话，他现在他说他指控书里边强调，他说啊，在二零一五年开始，这两名人士的话，他就开始啊这个秘密的呃帮啊这个福州呃公安局的话设立了一个侨民的服务。他说在二零一五年啊，习近平来到美国的时候啊，这个、啊、呃陆呃。 卢卢呃卢姓人士的话就开始的话，在 Washington D.C. 里边组织另外一票人反对这个这个应该是法轮功这些机构，以后他们的后来啊为了这个二零一五年这个反法轮功有有功啊以后卢他得到了。 中国政府的啊，这个战赏得到了奖牌。在二零一八年，卢又这个呃又开始的话参与来追捕一个海在呃留在美国的海外逃犯啊。这些这个是属于逃犯的话，他说后来啊这个找到了这些海海外的逃犯之后啊，受害人向当地啊这个警察报案，他说受到了中国的啊官方。 公安部分的压力，所以话，并且透过各各他们这些秘密警察的话，透过啊、呃、威胁的手段，以后呢，逼死他们，还有跟威胁他跟他们的家人啊，以后所以在美国还有在中国，所以话这些这些海外机构那边做这些事情，在二零二二年啊、呃，公安部部门的话，他也寻求呃这个吕呃卢姓的帮助。 要找这个在加州居住的人士，这个人士的话，他是属于民运分子，所以啊，后来这个卢也找了另外一个呃，这个啊、呃，这个共犯，然后一起的话，呃，是所以啊、呃，这个呃，一起来想办法找到这个中国啊、呃，这个民运分子的下落。后来 FBI 的话啊、呃，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否认他们有这样子做。在二零二二年去年十二十月份的时候，FBI 的话进行一。 一个烧茶，然后这个在烧茶过程之中啊，他们问了，呃，吕。 还有陈啊，呃，这卢跟陈这两位人士将他们手机拿掉，在看他们手机的时候，FBI 的话发现卢跟陈里边的话，这个啊、呃，这个啊、呃，在跟呃中国的公安人员正在沟通，同时看起来的话，这些很多信息都被烧呃，都都被啊、呃、这个呃呃删除掉了啊、呃。在后来这个呃这个呃问话的时候，卢跟陈都承认的话啊、呃，他们啊、呃、这个啊、呃、发现。 有被 FBI 盯上的时候，他们赶紧将呃这个中国啊、呃、这个公安部门的官员这些往来啊、呃、信息马上删除掉，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 FBI 啊、呃、进行全方面的调查。所以，从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的话，他啊先司法部里边也提到啊，他、呃、说共谋替中国政府啊、呃、作为这个中府的代理人啊，这、呃、这个指控被告可以面临最高。 五年的劳刑，但是这个妨碍司法罪，因为他明知道调查以后还删删除这些资料，这项罪名的话，最高可以判罚二十年的劳刑。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话，美国的法律我们一定要遵守。啊、呃，新加坡的大陆偷渡桥现在正在兴起，并且的话，在过去一年多的话，这个大批的啊、呃，这个中国来的偷渡客透过南美洲。 到了中南的中南美洲以后，中美洲以后再进入美国国境，进入了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话，透过这个呃中英文版都有，他说成千上万的数万人的话，冒死穿越拉美走线啊，偷渡美国。在里边的话，讲了两个故事，一个的话就是李小双啊，他带着儿子，然后从中国。 广东的，他是做电商生意做败了之后，以后也是发表不呃这个言论啊被封杀，以后后来的话，他为了小孩子，他自己的话到了泰国。 泰国之后的话，又到了呃这个从泰国到了拉美洲，从拉美洲到了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以后，的还经过墨西哥这个路线。另外一名叫 Daniel 黄，他在湖北的时候，他是做这个健身教练，他也是一样啊。他这个因为在过去几年疫情之后，他的工作没有，为了生活、为了经济，他也是哈、啊、买了护照。以后听朋友说，以后他们买了护照。 以后，呃拿到了，啊，出国的，啊，到土耳其的签证，到了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可以免签到拉丁美洲，所以的话他就到了拉丁美洲。这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成千上万都像他们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想办法。 拿到身份，你可以看得出，在今年三月一月份到三月份，啊，至少有三千八百五十五名中国移民穿越了连接南美洲跟中美洲的呃 d a r i n Gap，这也是长的长达六十英尺的英俊地带。 根据巴拿马的移民统计的话，这个在二零二二年，去年全年，中国呃的移民人数的话，大概这个啊，这个已经超过两千人经过巴拿马的，啊，但是在二零在啊这个二零一零呃一零年到二零二一年。 全部那么多的十呃十几年里边的话，只有三百七十六名中国这个持中国护照的民众经过巴拿马，可以话去在啊在去年一年成倍的呃、啊、这个啊比啊以前的十年还增加了十倍，所以的话从今年一月份到三月份，从中国中国人从哥伦比亚穿越啊这个达林。 呃，gap 啊，i n gap 的话，这个是是第四呃大的族群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巴拿马的统计的话，的高富啊这个成倍的增长啊，在里边的话，他说从呃、啊、李小三父子他们是怎么偷渡的？他们先从啊这个到了啊泰国，以后到了基多，以后经过了达连。 呃，一口从大连一口的话，再往这边走，以后进入了委委内马马拉，进了委内马拉之后的话，它里边讲了很多的故事。他说、呃，尤其是在基多要经过达连夹口的时候，他可以闻得到的话，在里边有很多啊这个尸体的味道。 有很多这个经过这呃这个哦呃这个呃这个峡、呃呃、口里边的话，很多人的话丧失生命。到了这边之后的话，他进入啊、呃、这个啊、呃、这个美国呃进来的啊、呃、巴拿马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路上要是给红包，以后路上的话带的钱也被抢了。最后的话，他们到了啊这个墨西哥边境之后，坐了巴士去，没想到巴士的话在里边又被拦下来，当地的警察的话又将他们送回了南边的部分去。也诶，没想到的话，他们自己买了这个摩托车，四个人一骑着摩托车的话，这个闯了这个部分，闯了部分的话啊，这个有两个又被警察抓了，有一个差点死去了，以后。 他幸运的逃到了啊这个美墨边境，以后再花钱乘了啊这个呃皮皮划船，以后还再进入美国，以后申请庇护，啊，所以话这个是李先生呢，以后黄先生的话啊这个滇女黄同样的以后到了那边去，以后用了一个啊到了土耳其以后再进了美国，在过程之中的话，你可以看得出。 这些大批的啊非法移民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美国啊，这个来到美国之后，这个部分他们还是一样落脚在洛杉矶。 然后或者是经过蛇头，在里边呢提到，他说，呃，一般如果你自己没有钱，大概在路放路上面的费用大概在一万块钱以上。但是如果你是自己，他这个是要啊，这个要呃有关系有钱的话，大概市价是六万块钱，你也从这边到了墨西哥，墨西哥市市里边再找人送了。 美墨边境，送到美墨边境，基本上现在白呃，这个拜登的政策的话是开放的，所以基本上一到了美国的国境，就有机会留在美国。 这条路非常心酸，在路上的话，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呃，呃呃呃、被抢啊、呃，被偷，有些人的话走失掉，所以话这个对我们很多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来说啊、呃，能够有一个身份啊、呃，这个啊、呃，这个是非常幸运的，所以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拥有的一切。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我们下期再会。